马桶堵的时候啊，水还有点压力，它有的扶着，一看这个水把这马桶灌满了。你把这马桶植入的时候，这气体稍微一冲，完再加它水的力，刷它就下去了。二三，好，通了吗？可以。我不用你那皮吹那种去吹这个的，那我用气体，实际简单那气体很小，就用气管打，用气管打个十下二十下的，气体很小的。用那个它一个借助一个力唰就下去了。实际这个产品啊，你看啊是很，说实话很实，物美价廉的，也价格也不高的。实际这东搁家的预备一个，就像我们皮吹似的，搁家预备一个。为啥说要预备一个呢？有备无患呢。因为你厕所堵了以后，那很脏的。它堵了以后，你是再从网上买到家，你这个就会。需要一天或到两天的，像京东可当天能到达。那假如又有一个，因为这个产品呢，你看啊，那有些人说产品贵啊，还是咱们这产品拿到家以后，可以这么说，你使十年、二十年乃至三十年，就这一个产品，直接就全你能懂。你看马桶、地漏，还有洗菜盆、洗脸盆，你都能解决了，那就有备无患。实际啊，放在一个马桶间呢，咱们外观也做得很好的，也很美观。所以我们后来客户也反馈说这个东西每家都搁上一个都很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家家户户要如果备一台这个挺好。那我们现在又升级一个啥呢？又出了一台啥呢？锂电款。锂电款干什么呢？锂电就是一摁开关就是啥呢？我们又出了一个转换接头。这个转换接头能干什么呢？又能给皮球打气，又给咱们出去玩去呢，又能给车轮胎也能打气，轮胎打气，咱们那个功率也是相当高的，轮胎又能打气，还能充气床，这都能啥呀？所以这个东西，咱们这个家庭必备，这是最好的。大城市一般都是200，来了以后不管你通不通不开，但是呢，咱们就普普通通来咱们家，你要是通一下子，最低的是100块钱进来。那我这个疏通几十块钱，咱们又是傻瓜事儿就能解决，你知道有点，你稍微有点明白的道理。你看，连我家女儿12岁，她都知道，她都会用的这个东西。就是拿松动器，然后给它弄好电之后，就直接给它插进去一摁，然后一摁一下那个按钮，它就通了。你像咱们这个产品啊，有30，有50，还有100辆的，最低10年往上，它都不太坏，因为我们用料啊。用料都很扎实，我们为啥要这么做？我做产品，做产品就这样想法，就像学德国那个做锅，德国您做锅呢，说一用多少年呢？说用一辈子。我们产品这理念就是，只要你买上我的产品，你就用一辈子。你出事有啥想法？我想再换一个形状，或者是在这个早前又提升了，我买个手动的，说几十块钱，我想买个。200块钱的或100块钱的锂电的，只有这样。马桶堵、装潢堵，太棒了！咱家一下子都通了一下子。它的这个疏通效果真的太好了，就是真的就是应了他的那句“马桶堵、装潢堵”的这句话，真的很棒。你可以随便搁在哪个角落里，也很放着也很方便，外观也很好，使得也很痛快。